那我想要问你的东西是，你在看电话跟玩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听不到外面的人在叫你？还是你故意听不到？我是那种一心不能二用的人，所以 when I do something right, I like to be very engrossed and do it well, even when using my phone. OK,所以你是懂我们在叫你啦，但你没有办法回应我们，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是懂啊，但有时候是不懂。OK, 这个。虽然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了吧 ，OK， 我当作 OK 了，这个是很好的答案呐。那个情况就是他就站在我们就是一起在讲话，讲可能四五个人一起在讲话，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按电话，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怎样讲啊？的 story 啊，那个故事我已经讲完了，讲。讲到已经，我们已经解释了两三次了，我们才问 Tosh 你有什么想法吗 ？Tosh 你有什么想法吗 ？Tosh 啊，你讲什么？我们讲没有，我们讲完了，不是讲什么，我们讲完了，然后他才讲说叫我们再讲多一次，怎么可能？很多次啊，我在 reply email， 然后要 professional 要带到很什么，所以没有办法去。You know, pay attention. OK. 如果 reply email 这种工作的东西，我们就在工作的时候做。啊，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我们接下来可能是我们的 future plan 啊，什么之类的。你要跟我们一起在情况里面，你怎么就可以这样放我们这样 ？What comes first? 赢了咯，赢了。OK， 他这样讲赢了。OK， 我没有东西反驳。Tosh 这样子是对的。对不对？他按电话不要理我们是对的， yes. 我们叫他不要硬是对的。Yes. Tosh 永远是对的。Can you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why last time you actually keep your helmet hairstyle?、Oh. Because the first time I saw that hairstyle, right, really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Okay,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之前我在唱歌台的时候啊，没有人就是真的，因为我还是新人嘛，没有人认识我，然后我也没有知名度啊。他们也不想要听我说话，不想看我搞笑，不想听我唱歌，所以之后我就想了一个很好的 plan 啦，就是说我站上台什么东西都不用讲，你们就会自动看到我这样子。But actually, your face already attract that kind of attention, so doesn't the hair make it a bit worse? 这个是人身攻击 ，bro。你在讲我长得难看是不是 ？No. This is a interviewer, professional kind of question. Okay, 我的脸其实是已经是很有标志了啦，这个东西是我明白的东西，可是我希望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啊，让我这个脸啊更凸显我自己。哎，你看，一个人长得难看，可能还没有什么稀奇的。如果你很难看，那个东西就来了。你看，谁 in the right mind 啊？得二十几岁的人，二十二岁的一个小朋友，会去剪一个蘑菇头？放在头上，然后乌节路乱走，没有我。And that's why he is lobang. 我已经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觉得我可以让自己存在的，让人家看得到我这样。我懂不懂？我剪了那个小木头，我早上睡醒的时候看镜子，自己吓到自己。你懂不懂那种日子是多么的难过？我还是熬过来了，我行，你们也行。他不容易了解 ，Tosh， 我想跟大家讲说 ，Tosh 是一个很不容易了解的人。他好像你可以现在看着他 ，Tosh 就是 Tosh， 可是他在想什么东西啊，永远都没有办法抓到的，真的没有办法抓到。我好像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吃八臭米，三天吃到完八臭米这样，而且三天三餐全部八臭米。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Tosh， 八臭米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你？我是那种 when I go to the food court, right, if I like a certain store, I will eat at that store every single day. So 我不用去尝试别的 store, 等下买了不好吃，然后又浪费钱这样。所以 just 一直吃八炒米，因为那个八炒米好吃。After this Lion Man Part 2, right, we're gonna shoot our boys to Frogman, right, where I'm probably gonna play your sergeant again. Probably, yeah. How do you feel, right, having the chance to be tekan by me once again? And this time, right, is as a naval diver. So.I have to splash water on your face, make you crawl on the grass and everything. So how do you feel? 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命啊！我一辈子就被他这样子糟蹋，
我从以前 A Voice to Man 给他的干，然后在 Lion Man 里面给他欺负 A Voice to Frog Man 回来我又要给他玩，可能是呀 Lion Man 我也是不利你啊、哦、对对，你想想这个人到底有多坏，真的，外面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真的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你们想帮我就多多支持我一下，对，要告诉 Tosh 想说其实我也是有人支持的，叫他不要一直这样子欺负我我受够了 yeah, so, 我也是爸妈生的，如果你要看我不理他一定要看 Lion Man Part 1 Part 2 还有 A Voice to Frog Man Part 3